想知长野县有咩玩，跟我一起去自驾游啦！すごい。跟我一起嚟小栗之路啦！嚟到小布施，最多就系栗子甜品啦！哇，好靓啊！我手上有三隻山雞蛋，我要利用野澤温泉的泉水去整温泉蛋。哇，好超熱啊！食得啦，神奇開蛋器啊！哦，哦哦 ，Oh my God！ 你 OK 啦？哇！戀愛成就橋在哪裡？行完了，你蛤？這條啊？前面這條好靚啊！好，ちょっとまだ小さ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ちょっとまだね。